中央节就要到了，去地方公所为着要互相来老大人都会当感受到因的照顾甲关怀。今年特别一村一村来举办着敬老的活动，今仔日是对溪地村开始举办，村内有200多位的老大人拢会当得到由乡长陈金伦亲身颁送给因的敬老金，加上边仔要免费替老大人来做疫苗服务，或者会当提早给国际老大人过一个快乐的中央节。悠扬的国家声中，由溪地乡公所举办的重阳节敬老活动，就伫美好的气氛中展开。老大人除了会当欣赏好听的国歌，边啊也会当祝老人一杯怡红茶。大家会当安尼做伙，互相问候开讲，和参加的老大人拢感觉真欢喜。健康是咱老户咱子女世世上大的这个财产啦吼，所以咱啊是大人保持身体健康，啊过着较快乐的，咱的世世啊就我都专心去拍拼伊的事业，伊就免烦恼咱是大人的这个生活吼，啊所以讲咱每一天拢爱过着快快乐乐，过着健健康康，安尼好无？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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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溪地乡公所这次也大型安排，由环保局工现场准备餐点，老大人拿听音乐、看表演、拿吃中昼顿，和长辈提早过了一个快乐的重阳节，家属也感觉真受尊重。就连无用煮食的环保局工也感觉真快乐。那我们这些环保义工呢，很乐意的，跟随着我们的村长，跟随着我们的乡长出来帮助这些老年人，替这个老年人服务，我们是很乐意的。每一位志工都十分的乐意的，在工作这个工作，心里也很高兴，能有这种机会可以替老人家服务。好，让这个年长的这些阿伯阿姆都非常高兴。那我们今天也代表家属的角色来感谢我们鱼池乡公所哈，那陈九伦乡长哈，大家特别推出这个活动，让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早晨，然后大家心情都非常愉快这样子。由溪地乡公所主办的重阳节敬老活动，头一站为溪地村开始，接下来将就是前往各村举办，并发放敬老礼金。虽然简单，但温馨隆重的气氛，相信也能让溪地乡老大人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记者金淑珊采访报道。